终点，不小心回到起点，一个新的世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，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，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，每一刻都像永远。我看着你剩多少时间能去越闹，想多一点我们的明天。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，你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预言。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，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，每一刻都像永远。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，好想多一点我们的明天。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，你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预言。其实有个传说能将时空倒流，因为有一个梦告诉我，爱曾不曾保留才勇敢。谢谢鹿晗。重返青春是每个人的梦想，8年前就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怀揣着自己的梦想。